圈圈，你看那个哥哥游的好不好？是不是游的特别的专业？新奇新奇，你会一直在看那个叔叔。啊，反正中心思想就是你得让敏慧姐看到成熟的男人魅力。看你爸爸游得比他还好的，那你要加油。父亲，考虑一下后果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你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全全怎么办？真没事，不信你听。他为什么跳得这么大声啊？你真的没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他跳得快不是因为游太快了，是因为你啊。你不知道喜欢一个人他就会跳得很快。不信你听啊，他现在是不是变得更快了？确实很快。他为什么这么大声？好像是有点大声。漂亮姐姐们，你们看够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那个心跳声是我手机铃声，你们继续继续。哎呀，着什么急？我还没看够呢。走了。哎，你看看人家多不了。不好意思，你学着点。不是，你进来干嘛？你都把全全送回来了，你就应该回自己那里去啊。哎呦，可能刚才游得太猛了，脑袋有点晕。我睡会儿，就躺一会儿，就躺一会儿。你为什么要吃药啊？因为我和你一样啊，也有一个钢铁侠的心脏，需要补充能量。
猪爸爸说我的病是遗传的，是不是你遗传给我的？对不起啊，卷卷。你不用对不起。敏慧说我的病是我和我爸爸才会有的，我们父子之间都特别的应激。圈圈，圈圈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慢点。你再使点劲儿，可以吗？拉不动。你这样，妈咪帮你抓住这儿。你先往上试试，你再往下。拉不动，还是拉不动。怎么会呢？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需要。圈圈。那我进来了。快快往上来，往上来，往上来。怎么了？妈咪拉链卡住了。没事。来来来，我试试。没事，不用。来来。有。卡住了。非礼勿视，转过去。